为了要控制几千年的铁学思想，会使继续出现伫民众的日常生活中，强化控标信息这个导览功能。台中的控标运用 AR 扩增实景技术，规划制作数位导览内容，这其中包括 App、环境空间、网络平台、机服等等。透过现代化互动的设计系统，吸引更加多人了解儒家的文化。咱乡亲只要用手机啊扫这个 QR code， 就会使体验穿这浴衫的服装，深入了解制空典故。儒家六艺精神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。站起来。